以前的台风如果往东的方向的话，它这个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、哦、就会有一些破坏。但是这个台风它被破坏的不多，所以它对西部的影响特别大，尤其它吹的风向是东南风跟东风之间，所以跟以前的台风的方向都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它，对高雄的这一次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。那我们大概在那个下午17:30左右呢，啊，接到那个啊通报，啊，就说西子湾啊那个海域呢啊有船难需要救援。那么到了现场呢，事实上那个风雨，岸边的浪都很大。那么人员要上到那个翻覆的那个啊待救的那个渔船上面呢，啊有非常大的困难，所以最后我们才决定呢，啊考量之后呢，用啊那个我们。那个救助器材车呢，用吊挂的方式呢，把人员送到船上。因为从那个岸上呢，事实上当时是没有办法啊，那个顺利的那个登到那个船上，啊，去执行救援的任务。这次的状况呢，因为他们四艘船主都主张不是他们落的油，所以他们第一时间事实上他们要去投入除污的工作是非常的被动性，所以我们港务公司呢就采取主动，赶快去协调一些民间处理业者，然后也跟船主还有船东互保协会呢取得一些认同，那赶快结合民间的力量，哦，一起投入这个除污跟抽油的一个工作。我们当初到现场的时候，发现到油污分布海面大概是100×200公尺的面积，这么宽的距离。那刚开始我们依照现场的情况，我们出估可能要7到10天才有办法把岸基的油污清除干净。可是因为那个地方处于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块，也是民众非常关心的区块，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呢，结合公民的一个力量，把一些器具设备人力全力的投入，从海上跟陆上一起来进行处理。那四条渔船它本身后来有两条是可以，趁着潮汐浪把它拖走，那另外两条就是它倾斜，哦，搁浅在那边，那后续就是要动用很多的人力物力了，包括很多投入很多的物资去做把它扶养翻正再移除的一个工作。那其中永兴发168号呢，它是所用的工法哦，它是用那个在岸上要设机桩。然后透过那个卷扬机，然后把船来拉正，那这个工法是属于在国内是首创，那所以说呢，也是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，那这是比较困难不难。因为它搁浅的情形比较严重啊，所以分别在10月份跟11月份，那么也都顺利的这个扶扬成功。当然整个过程，也给我们上了一课，